十八号一口气直接飙破80,000人染疫，比起前一天更是暴增3成。大概我还是觉得80,000我还是没有到达哈，我们的最后的顶端了哈，它还是持续在发展一阵子。说会不会中南部什么转移到中南部？没有，就台湾就是一个一日生活圈，哦，那最后大致上大家的染疫的情况。 或多或少都会相同。死亡数字还在高点，新增41人死亡，其中有40位都是具有慢性病史，约一半是80岁以上的长者，以及没有施打疫苗的族群。最年轻的个案是先前备受关注的基隆2岁男童。因为这个发病染疫之后，有并发这个急性脑炎跟多重器官衰竭的一个情形，那经过医院的救治，还是不幸过世。 那这一例是经过我们得到所有的这些病例资料以及死亡诊断书之后，那经过研判，确认是跟这个新冠病毒感、新冠肺炎有关。指挥中心公布，今年染疫的儿童有6位是重症，目前有4位还在医院治疗当中，2人不幸身亡。那年龄是从这个 8个月大到8岁之间，那也包括今天公布以及先前有公布过的2位这个。 年龄都在2岁的这个小朋友，全台疫情未来一周将达到高峰。指挥中心公布，目前 PCR 的裁剪数创下新高，一天大约裁剪11.3万件。筛检后，若是民众收到确诊讯息，需在自主回报系统填报相关资讯，24小时内可以修改一次。填写完毕之后要详细确认，以免成为染疫孤儿。大爱新闻徐英豪台北报道。